我们来看这个题啊，这个是，华东师大一课一练，四年级下期啊，这本书的5.7，最后一道题，提高与拓展的第9题啊，我们一起来看题啊，这道题还挺有意思的，一只小乌龟在沙滩上爬行，它每爬三十步右转72度。爬行了600步，能否回到原地啊？爬行的路线是什么图形？首先，这道题问的就好像有强烈的暗示啊，就是因为也许你就来判断它是否有规律，是吧？有规律的话，那这个什么图形呢？那就是一个它爬行的是个正多边形，才有可能出现这种规律，对吧？你看啊，我们来大致来看一下，30步右转。然后呢，600步，那我们第一步都要算它转了几回啊？600除以30啊，它转了20回。转了20回，如果能回到原地的话，那想想它该是什么样的图形？它可能是个整除20的一个图形，四边形、五边形，对吧？10边形、20边形都有可能是一个规则的图形。然后呢，他还问。他还告诉大家，他右转72度啊，右转72度，72度，转了20次啊，72乘以20，啊，等于1440，对吧？啊，1440，啊，1440度，哎，我们发现一个规律，就1440啊，能被360整除，对吧？这说明什么呢？啊，正好等于4啊，说明他什么？他们说转了，他这个乌龟不管怎么绕行啊，它绕了有4圈，哎，绕了4圈，哎，有没有可能他这20转里头绕了4圈啊？绕了4圈。啊，转了20回，绕了4圈。那4圈的话，那每绕20除以4，等于5。它如果是一个正五边形的话呢，正好绕4圈，那就回到原点了。那就是每回到一次原点再开始绕，有没有可能呢？这是我们的设想，是吧？因为如果它没有这种规律的话，这个题意义就不大。作为我们小学四年级，来让我们学习这个几何的初步知识，让我们如果没有一些规律的话，我们就很难，来做这道题，是不是？然后他还有第二问，这有什么图形？所以说都暗示我们一定有一定规律。好，我们朝这个方向来做啊，朝这个方向来做，我们先来画一画。然后呢，老师再一会儿讲讲他的一些内在的规律，做这种题有一个捷径。在教大家捷径之前呢，我给大家量一量，用最笨的方法量一量这道题，好不好？好，30步啊，每30步就转，这说明每条边是相等的。如果我们证明它每条边相等，然后每个角也相等，然后正好能回到原点的话，那肯定是毫无疑问是个正多边形。至于是不是我们通过这简单计算求出了正五边形呢？我们来实地的测量啊，画一下好吗？好，我们把这个调出来了，我们把这个标调出来了。好嘞，我们三十步，我们算1厘米吧，好吗？30步，我们就算1厘米，2厘米吧，2厘米，从这儿到这儿。好嘞，我们开始画了啊，从这儿到这儿，好，2厘米，啊，就是2厘米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开始转，你看啊，从这儿开始啊，它本来是沿这个方向继续走的，但是它要右转，对吧？右转，从右转72度，
哦，72度，18、23、34，啊，72度。好，就这儿，你看啊，72度哈，转了72度，我们继续往下画1厘米。不能把这个尺子带动啊。好，2厘米不是1厘米。好，你看，它本来要继续往前走呢，但是呢，又要右转啊，又要右转72，啊，又要右转72啊，这是从72开始，72，它这个尺子是到90之后，重新计量，有时候需要倒着算啊。好，72啊，72，我们再开始继续转啊，从72，好。从72现在到90了，这是多少度呢？这个角度多少度呢？就这个角度，18度对吧？这18度18度再加上多少度是72呢？54对吧？18度再加54度才是72度，对不对？那现在从90度开始啊，从这儿开始再走54度，啊，继续走啊，它到了走了。这时候我们回到，应该到转到36就停了啊，错了，多大呢？是36，啊，应该是这儿，啊，这儿是吧？啊，到36，刚才从90。从90逆着转到36，那就54加上刚才的18啊，所以说现在又是一个新的72度，对吧？好，把这个好再来，好2厘米，好，好了，从这儿开始呢，从这儿开始。还是那句话，如果继续朝前的话，是这个方向。但是呢，我们要开始转，再往右转72度。好，这是36，我把这个36转完啊，36转完，转到0度。好，36转完了啊，转完之后再正转36，又是72了，正转36，36。好，又到36了。这是36度，走2厘米，好，2厘米到了。然后呢，如果继续前行的话，啊，是在这个前进方向啊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它要继续，我们就要继续的右转72度，右转72度啊，就是从36开始，哎，36走到90是多少？我们算算，这是36到90需要走54度哈，54，好90，好这是90啊，然后呢90这是到54了啊，那72。和54之间差多少度呢？啊，就是刚才算的18度。好，我们再走18度，再走18度啊，这是倒着的，倒数的啊。所以说，从90度倒数18度，应该走了多少度呢？应该走到七，正好它的标到72。哎，你看，有门了。差不多了啊！如果扣除误差的话，很难以避免误差。我们已经相当准了，对不对？应该属于相当准了，对吧？正好啊，我们真是相当准了。哎，好，
你看，这是如果继续前行的话，啊，如果继续前行的话是这个虚线方向啊，但是呢，这时候这是断了一二三四五，这个乌龟呢，这个乌龟转了啊，转了五下啊，正好一圈儿啊，回到了原点，然后呢，它还要再转五下。连续转四个五下，你看，这是我们推算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说，我们都设想是成功的，对吧？这就是七十二度啊，都是七十二度啊，七十二度啊，七十二度是吧？我们啊，这也是七十二度，而且我们都知道这都是30步啊，我们同样的标尺画出来的2厘米啊，你看。乌龟，每30步转72度，啊，转5次回到原点一回，对吧？转5次回到原点，转4个5回就转20回啊，对，转20回，所以说我们就解出这个答案了啊。老师刚才说给同学说一个更简便的方法，什么方法呢？给大家解释一下啊。这个方法呢，给大家，这是我们，实地啊，一点点的画出来的，很不容易啊，是吧？而且画的还蛮漂亮的啊，你看，这是一个五边形吧？啊，正五边形啊，这是老师直接拉出来的一个设定好的五边形。同学们请记住啊，我们现在一定要。我知道有一个规律，那就是什么呢？那就是，三角形的三个内角和永远是180度，对吧？那这个是那个五边形是多少度呢？啊，五边形多少度呢？那五边形看看能画出几个三角形啊？一个三角形不太直是吧？重画啊，老师重画，一个三角形。2个三角形啊，所以说是3个三角形，一、二、三，所以说这个内角和的就是180乘以3啊，等于多少呢？把这个去掉，那个去掉了，不需要了哈。540度，对吧？啊，这个正五边形内角和是540度啊，540度那5个角呀，对吧？5个角，正多边形各边相等，各角也相等呀。5个角，那1个角多少呢？啊，1个角那除以五，五边形就是5个角啊，多少呢？108，108想起了什么呢？哎，跟72。跟七十二啊，相加啊，108加72，哎，180度，哎，所以就是怎么着呢？怎么就是这个是108啊，这个是72啊，所以说当你看到这个七十二的时候，就想起来它跟108啊，它的这个补角啊，它的补角正好是一个平角啊，正好是一个平角，是吧？它跟七十二和108啊，七十二和108相比啊，是吧？七十二跟108正好形成一个平角，180度啊。好，这是一些知识，给大家补充一下，让大家以后遇到类似题啊。更快的做出来，比如说以后老师啊给你出个题，或者你遇到一个题，比如说六边形啊是什么的度数呢？给大家画出一个六边形啊。好，六边形，六边形，如果是正六边形的话，它各角是多少度呢？哎，我们用同样的办法来算这个题啊。哎呀，这个画的不直啊。老师画直点儿，啊，老师画直点儿。
哎，一二三四啊，一二三四，那108，180，老师说错，180乘以四，对吧？多少度？48，32，720度啊。六边形内角和720度，720度除以六，六。一六得六，二六十二啊，所以这一个角呀是120度，所以下次碰到一个题，小乌龟爬行，每爬多少步右转啊？右转80度啊？遇到这种题，你马上就想起来，它是不是会考一个六边形啊？每转多少步？如果它是比如说每转啊30，乘以一个六，180度，180步的时候，180度正好是走六个边，对吧？这时候呢，你就想起来，或者180度的180啊，1800或者360步啊，或720步，总之是它这个整倍数啊，六的整倍数啊，你就我们会发现这个规律啊，也可能也会回到原点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利用刚才的知识呀，就是一个五边形内角和是多少度？是540。那把这个六边形分成五边形和三角形，你看是不是可以？这是一个五边形，对吧？这是五边形，五边形加个五边形，对吧？五边形，哎，这个太难看了啊！老师画好点啊，这个。五边形啊，我们画的规矩点啊，把这个五边形用这个横条纹给它画出来啊，五边形一二三，这三个三角形实际上是在这里头组成个五边形啊，五边形这个是540，对吧？五边形是540度，那加上四边形，三。这个第四的三角形啊，第四号的三角形约80度，那个相加，哎，正好也是我们刚才算的720度，对吧？720度啊，所以说，哎，720度啊，所以说又验算了我们刚才的步骤了。好了，今天我们这道题就给大家解释了啊，是这道题还是很有意思的，这是这个。啊，华东师大版的啊，华东师大版的这个四年级下，小学数学四年级下一课一练啊的这个5.7数学广场部分的一道比较难的题目，还是很有趣的题目。好，再见，请订阅这个频道啊。